春天你四个才出生的娃。总之呢，一个大巴车拉了五十多个人去陕西的球迷，也都是球迷，到浙江镇江现场为咱们陕西春雨成功去加油。向前冲啊！到那个冲乙那场比赛，我们去了应该有，我记得应该有100多人吧，基本那个主看台都坐满了。17年春天，你成了体重一的娃呀。第一场和沈阳东进嘛，而且是开幕式，而且又打进了一个球，当时说句实话就特别激动。你凭借西北狼的精神向前冲啊，拿回了球队第一个冠军呀。长安是我们的家，陕西队永远是我的信仰啊！无论我走到哪里，我都会思念着。作为一个陕西球迷，我在外地这么多年，一直也没有忘记了家乡的球队。陕西长安竞技。2018年的时候，我们的北京实力确实很强。从不知道去哪里，不起自己。我是有很多人接受你了，那一年也有欢笑，也有泪水呀。但前进的路从未止步啊。2019年春天，你如愿来到了中甲。这次已有很多人爱上你了。这一年，你逐渐变得强大。真心陕西足球是你永远的梦啊。感谢相伴，我是杨浩。四年有你，感谢相伴。四年有你，感谢相伴。四年有你，感谢相伴。西北狼加油！四年有你，感谢相伴。四年有你，感谢相伴。有你们支持，陕西永不停歇。2020年，我们一起加油！四年有你，感谢相伴，我们会更努力。四年有你，感谢相伴，因为有你们的陪伴，我们才能鼎力前行。四年有你，感谢相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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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未来我们一起加油，陕西队加油。四年有